我也许是。哎呀，打扰了。春春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公司的事情辛苦你了，都是他连累了你。对对对，我跟韩婷是一体的，没有连累二字。上次我给你们写的那个星和婷啊，我找人已经给装裱好了，有空去取一趟，也算我给你们两个人的一个礼物吧。谢谢董事长。您那么习惯叫董事长吗？谢谢爷爷。我还有事先走了，继续吃橘子。怎么了？吃橘子。来吧。